用中药去缓解它的，不建议太强的治激烈的治疗方案。就用中药啊、中医啊、推拿啊，从后背给它疏通经络啊、气血啊、肌肉啊，或者是这些中医院一般还行。就是理疗，理疗配合中药来缓解，断断续续。然后呢，有时候他要能出来转转啊，或者是什么，尽量的就陪伴他在这世间的最后时光。让他开心一点，快乐点。我觉得没必要，你们一定要舍不得，一定要你要不能走啊，你要留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的也是意想不到的，真的是觉得，真的，一下子我们真的也是非常难以接受。我就说现在，今天也是非常带着一个真诚的心。我知道，我能理解。作为我也有父母，作为孩子的心态，我的爸爸妈妈被突然检查出是绝症，而且感觉他时日无多的时候，我也很难受。但是我们要尽快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去接受这些事实。因为我们的父母70岁了，走到今天，他说得的病，我觉得也蛮正常的，年轻人也得。谁能保证我们是否能活到70岁？真的是，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候都吃过苦。他脏器手快，他就算心情舒畅，他也很抗激情啊，他脏器多多少少都有损坏。哪一个都一生病到老了，都有病，就是吃不上，又工作，各种运动啊，工作啊，担惊受怕。多念佛菩萨名号，多念阿弥陀佛名号。如果他愿意念的话，有我的啊，他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为他的下一世做准备，就希望能临终受到接引，然后就，其实更快。我们是看不见，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说死亡，好像是件很有很多恐惧的、怕的，或者是连在一起。但死亡并不怕，只是分离的痛苦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不希望分离，但死亡并不是件恐惧的事。请师父呢，就是说，还是说有没有一些药方或者怎么样，能够让他化解一下他的一些病痛？断断续续开药还是没问题，但是这些但是我觉得没有回天之力。目前他的状态，因为肝的损伤，还有一个肾的损伤，还有水大下面的，我刚才看过他的整个下肢的，就是说。很虚弱了，已经很虚弱了，效果不理想，我告诉你，你如果说我可以看，但是我效果不理想，跟其他医生只不过是说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他有一个药物的吸收，跟中医院他最好是配合一些理疗，就是在医院，比如说灸啊、推拿啊，他有时候他累啊，他气血不是肝硬化，气血循环不过来。你让他给按摩啊、推拿，这个老人就舒服一些，就是，适当的运动，饮食根据情况自己，也不用太忌口，反正差不多就想吃啥就饮食，根据他的口感差不多就适当的调理，能消化的注意吸收的，适当的运动，然后保持一个坦然的面对死亡的一个正确心态，我觉得这才是人，就是准备自己的未来。很痛心，生老病死，这就是病跟分离，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事情。是你，我相信这些都道理你们都懂，但是每个人遇到的时候，内心那种难受，就是这样。是意想不到，两个月前还好好的，突然一下不能那样子说。每一个得病的人说，我前10年感冒也没感冒，就突然得病了。得病那一刻就是得了。他肝硬化绝对不是一天导致的，硬化那么大一块，就没有几年更硬化不了，怎么可能一天硬化呢？只是你没注意而已。就是没有及时的去对，也是有时候它是功能衰竭的时候，它病可能几个月，也有时候也迅速啊，功能它弱了的时候就。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遗憾这些，
爸爸每一个一年一辈子该经历的他要经历，你谁也你做你做孩子的能这个帮不到的，他要经历什么一定要经历，生老病死也罢，还有跟每个人的恩恩怨怨也罢，他要了解。那现在还是就是按照医院的做法，还是要中药治疗？对，中药治疗对他是因为他的肾，慢慢心力会衰，心力也会弱，他是脏器是相互关联的。身体上如果两三个脏器同时已经衰竭的话，治疗的起来就没那么已经恢复的能力大。我看他肾功能、心脏，包括肝功能都已经开始往下走。就很弱，心脏也很弱，肾气基本上在散，然后肝又硬化，这三个连在一起的治疗的效果就没，就说能够说我说能把它能够缓解几年或者治疗起来效果没那么好，就是他也许在医院有一个整体治疗方案，就是每天就是按摩推拿针灸，如果有好的这些艾灸，然后再加上饮食调理，再加上心情，再加上他的坚强意志，面对死亡的坦然，再加上中药，这些整体配套的治疗可能会延长他的生命。就是没有其他或者你们念给他念念佛号了，佛学里面就是到最后就是放放生念念佛号了可以延长生，但是我们一生因为他这个放生就是减少杀业，那也会延长生命，但是放好多好多才起作用，才可能起作用，你都不知道能要放多少，有时候都连着放好几年，还在断断续续经常放放这放那的，但是他暂时不会有他，但是在衰退，在衰退，肾功能啊，现在。这两天在医院住院的话，整个可能也有加那个蛋白，给他打药针了，所以。主要是他的这一块，如果腿啊脚肿，如果厉害的话，就效果越来越差。他现在只是脚板。那还好一点。现在是下面。主要是怕他这个泌尿系统整个如果病发的话，就水大就失控，就功能性障碍，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肝的正常运化、肾的正常运化失控，都是西医叫癌症嘛，中医就是功能完全，功能有多少失控，就是说肝有多少功能消失了，它是从这个角度，没有功能就，它是这个整体运化的，你这个年龄也不可能再换个肝，也没这个必要了，我觉得，排异能力啊什么，他其实是很难搞的，就算换了肝，他肾功能也弱得很厉害。原来身体还是很健壮的，原来底子还算可以。再健壮也年龄了，那是这个桌子再健壮一千年之后，你说他本来是很健壮的，他磨损了这么多年了。而且父亲的有时候越见父亲的那种内在的他有时候扛着有些他的苦你们不知道也不说的，结果当过兵那种坚强也挺自私的，可能是也都关心的不够吧，那个真不是你每个人个性，那你还能把他个性改了，他就是说可能我们做子女的平时也还是关心不够，可以了，你们哭成这样我相信你们是孝子，都挺孝顺的，就算是有时候关心他也不需要，你们幸福他就好高兴，对，他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能关心就算父母再爱你再关心你，你内心的苦闷或者内心在情感上或者很多东西你的那种挣扎，父母能帮到忙吗？谁也帮不到，关心的只是外在的东西，我觉得不要自责了，就算我们以前说关心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有父母，父母理解的，你要幸福一些，如果你真的说去说帮父母，你就告诉你会很幸福的生活，再也不用七情六欲折磨自己，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就是操心孩子给操心操坏了。操心孩子，是啊，父母也操心你，但有用吗？你心里的酸甜苦辣，父母操心能帮到忙吗？没用的。
我们抄袭父母也是一样的，翻过来有些东西你帮不到，还不面对，知道吗？为什么那你说现在还是以医院的治疗方式，还是按照目前这种方式来做？是的，是的，嗯，比较好，就是他的年龄一般，我建议他这样子，中医药治疗，嗯，他们的就是去刚才说的那种配套，反正随时调整，随时调整方案，嗯，在医院治疗。时间能有多长？你爸爸是个很坚强的人，对，我就。坚强可以延长寿命，知道吧？这个称呼，他的意志足够，他不走他就不走。真的是有时候机器坏，他能延长好几个几半年六个月的，这很正常。如果凭他的意志，就光靠意志力延长五六个月也没问题，七八个月也没问题。就算脏器坏了，他挺坦然的。其实你父亲很看得开。他也是不舍，有些东西也是不轻，他总去看。哎，我觉得这个年龄不用尝试一些其他的手术，真的不用了，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医生也说了，就是活着，如果手术或者换这个换的，就是活着，他又很辛苦。就是只不过你们看着他们那有一口气，你何必呢？他的身体状态就是他要不断调整药，就是在中医要不断的医生经常给他调理药物，药坏不是一个药方可以治的，不是说我哎呀我喝给什么药，因为他的好几个功能都在弱，就不断的根据心脏的衰竭、肾功能的衰竭，还有根据肝功能的状态不断的调，他不是说哎呀我就治这个肝，他是肝功能就是几乎不剩其中。它不是一种说，它这种不是说我肝就是开始腐来坏掉，它不是，它是硬化由肝功能不起作用，哎，然后呢，就好像这个水不流动了，这个肝上就慢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然后主要是它影响到肾功能、心脏供血，肾它整体这个循环不行，然后慢慢脚肿、腿肿，哎，就开始。肚子胀，他循环不开，就中西医就这么配合着治疗，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些类型病在医院也不是疑难杂症，它是常见病啊，就很多老人很多年轻人都会，壮年都会，所以他的处理手法上其实应该，如果很疑难杂症，我们再找一些病，特异的能力或者很正常，就是常见病。正常的医院的理疗，还有仪器的检查，还有他们的就利尿啊这些针剂啊什么的，一般医院都会配备了已经，急救啊这些都已经很就是他们常见的这一类病，他就很正常的开始变成了，因为生生世世的父母太多，他慢慢他就会走。我们也会的，也是这样衰竭的，只不过是某一个脏器开始，从某一个脏器开始，每个人都会的，四大部门。你们现在生活条件都这么好，大家都挺长寿的。但是呢，从70岁到100岁之间，很多人也不是太熟，但是心情好，愿意活也行。就给他照顾他，给他买他需要的东西，照顾他呗，照顾他的那个陪伴照顾，就是没有其他陪伴照顾，跟他聊聊天啊，他愿意的，其他的都是他自己在做，我们帮不到。你们以前做的很好，跑到珠海来，你们的父亲去找一些修行的人或者什么准备。你们已经尽心尽力，责无旁贷，这样子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有的是到了60-70岁，他要，哎，真的很辛苦，做到动个手术没意义的。而且所有医生都告诉说你去领，去保守治疗。其实你知道，这是说你父亲的福报。如果有一个医生说，哎，我就能给他换那个，还很麻烦的，你知道吗？
你们就拿不住主意了，这该换还是不该换？嗯，这样反而更好。对呀，所以就打消了你们的一些，就是那是人家的三宝。嗯嗯，好，这样子是，嗯，觉得没有一点余地的，就被这样子。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也不会暂时不会走，嗯嗯，我希望他会走，会有一段时间，嗯，逐渐的各个脏器衰退，他只是嗯，就像退潮一样，嗯，退去了，嗯，他到现在还是状态挺好的，可能还是精神啊，意志力，他到最后临走他才会有短时间的肚子就是痛了。他平时还应该暂时没问题，就算他胀一点没事。嗯。慢慢的他如果是他只能吃流质，有时吃不进东西，他就这一块脾胃就开始衰退了。嗯。然后才是肾，然后才是泌尿系统，他是整个就下面开始就堵了。嗯。嗯。如果他要是比如说就像。简单的就像上大哥他们休息修静坐，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发声天道，他就不需要这样子。嗯嗯，他就是其实也是善报了。嗯，你以后要多学一学。是要学，我们将来分离的时候就不需要一定要得个病，然后把自己这个脉堵了，那个脉堵，然后从其他脉道走。嗯。好神奇啊。是啊，就是有时候他也是其实挺好，就是挺好的一个正直的，他要往上走，这人很憨厚而且很善良，真的，他还是代表了正义的一面，肯定在，我相信他那种性格在部队里也没少受委屈，也太不容易，就部队回来以后该说的说不出去，那不憋着了，肯定很多，很多公正的话，只是该说不该说，一直在心里压着。那你是十几年？嗯，对。以后你那车才二十几，二十几岁，我记得。也老了。三十几，那是爸爸走有点小。对。那四五十岁，就让我这样子接受。那我们其实也真的是也平时做的也不好，不够各忙各的，我又在广州，孩子都这样，都是，但你知道能够绝对的相信，不管孩子在哪里，父母都觉得孩子也爱他，他也爱孩子，这深信不疑，这就很幸福。平时在广州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也比较少。